开工大吉，加道菜，新疆烤大羊腿。新的一年，祝你抱上大大的腿，羊腿均匀打上花刀，让腌制更加入味。采用来自新疆买买提帅小伙家传严选的12种去膻提香腌料配方，地道的新疆烧烤风味，哼巴啷倒进羊腿里，里里外外均匀按摩，渗透进喜羊羊的每一寸嫩滑肌肤，包上锡纸常温腌制一小时，先用220度烤40分钟，拿掉锡纸，用200度再烤33分钟，刷一层油，撒上非常哇塞的孜然芝麻辣椒面，最后烤5分钟，成就了这份撸串界的头牌硬菜，每一个撸串达人的心头号。下班拥有它，胜过开玛莎，来瓶啤酒四绝搭，给努力工作的他和自己加个羊腿吧，好好恰饭才能好好开干。关注我，分享100道家庭版世界美食。